好，我叫刘许彤，来自新加坡，今年10岁。感谢新加坡艺术协会举办这次世界古筝大赛，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比赛，很荣幸获得了业余儿童 B 组金奖的殊荣。我自7岁跟随何燕老师学习古筝，至今3年。借此机会，我要感谢老师对我的悉心教导，不会辜负您对我的期待。我会保持对古筝的热爱，继续努力，勤加练习，争取以后会有更大的进步。谢谢。我是刘许彤，来自新加坡。今天是2023年6月30日，以下节目为新加坡亚洲艺术协会举办的世界古筝大赛演奏，演奏曲目为《乡村社鼓》。